那接下来一个版本呢，我们想让秦来跟小丽合作，来一个稍微有点搞笑版本。接下来交给两位吕布貂蝉互夸见面版，有请。Action！貂蝉，不哥哥，貂妹妹，不哥哥，貂妹妹，停，别动。抓着我的手，哎，逃走了！我这是自己给自己挖个坑，自己跳进去了。你姐了，没法演。有你敢跟前面演不了。来，掌声再一次来接戏啊！富哥哥，能抓着我的双手吗？深情地看着我的双眼，然后慢慢地转圈儿。哎呦，我的富哥哥，你长得太帅了，我就喜欢你这头型。2016年最精彩。你的富哥哥，我有句话要跟你说。说说。你的发胶喷太多了，有点。小妹，哎，你是海雕还是家雕？我是靠山雕。啊，我以为是野雕呢。也可以这么讲，都是野生的。这就是貂皮吗？这是纯皮。这皮儿，哎呦。这个有点像我在向阳山吃那个东西。什么？鸡爪。这叫凤爪。凤爪，就是右手少点，这眼睛太大了。你一点都不喜欢大眼睛。哎，不，哥哥，你就喜欢我这种。小眼睛，我自从认识你之后，我就特别爱你那双眼睛，是吗？特别有男人味儿。你看我一笑，你觉得我睁眼睛是闭眼睛吗？我就是喜欢你这闭着眼睛笑，特有魅力。你知道我喜欢你哪？我喜欢你这头型。头型儿，哪儿脏你喜欢了？这两条像什么？还整个半皮。你怎么那么不懂啊？这是现在当今最流行的气质路线，气质头。你这还整个雷劈的缝哈、啊。不演了，回家。我再给你插根避雷针行不行？生气了。哎，别气了。哇，连到貂蝉都生气了，你看这导演不是说让你夸我吗？他们村儿又这么夸的，他一点都不夸我，一点我这不一直在夸吗？对呀、啊，这两个不太浪漫呢、啊。你还会再夸吗？我决定了，不选择他了，不选择他，他不是我的布哥哥。那是谁？我总比你眼长的那位强吧？你只能将就他了。对，这样。